同学，咱们还是加过微信吧，以后有什么事儿咱们好联系啊。你要是上不了排球课的话，我可以帮你请假呀。行吧。你扫我吧。你干什么呀？故意的吗你？不好意思啊。手机坏了可以找我修，计算机、应用技术一般。李迅。 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还要赶我走，行。